安您好，我是魏于田。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非常的类似，是受到了东北风的影响。环境上呢，水汽是非常的少，就还持续受到了锋面影响的东半部地区，云量看上去有比较多一些，而同时呢，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。如果水汽一进来比较多的话呢，当然也不排除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可能性。而这样来讲，可以说是东西两样情，在西半部地区天气状况是非常的好的，都是多云到晴的表现，而在高温方面呢，可以来到了29度以上，而在中南部地区甚至可以飙到了31度以上，尤其是在高屏的近山区方面，更有可能会出现极端高温，要注意好防晒工作喽。而到了明天礼拜三的时候，天气方面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，主要是因为东北季风开始稍稍的增强，再加上环境上水汽变得比较多的关系，因此呢，各地虽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，但是降雨几率会明显的提高，于是比较明显的东半部地区呢，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，而在北部地区则是偶尔会有一些的飘飘雨的现象，而最主要的降雨时间会落在中午过后的山区为主，很容易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，同时呢降雨状况也有机会是往平地扩散，包括了中部跟南部地区都很有机会下雨，而来到了礼拜四，虽然一样是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但是呢水汽上已经明显少了非常的多，因此降雨时间会落在午后的山区为主，南部的平地也不排除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，而稳定向的好天气至少会持续到周六的时间，而来到了礼拜天，如果您要过母亲节的话，就要特别的注意了，因为新的一波锋面逐渐靠近台湾的关系，包括了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，至少会下到下个礼拜一，再带你关心各地更详细的天气预报。首先来看到，在北台湾的部分，基隆26到27度，双北是27到30度，桃竹苗地区27到30度，降雨几率最高来到20%。再看到中部地区，台中29到32度，彰化南投28到32度，云林嘉义29到32度，降雨几率都是零。南部地区台南29到31度，高屏30到33度，要特别注意好防晒工作。东半部的宜兰26到29度，花东地区27到30度，降雨几率最高可以来到20%。外岛连漳21到23度，金门澎湖24到27度，降雨几率来到10%。最后的天气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，今天可以说是东西两样情，而在呢东半部地区偶尔还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比较明显的雨势，而整体来说西半部则是多云到晴，相对稳定的天气，而在温暖偏热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晒工作。以上是记者的气象，感谢你的收看。